的啊，亲爱的。好的，宝贝。学啥了，哥哥？会我了吗？这他娘能撞的？不服啊？撞车成功！不服我再撞给你看。你看这两天我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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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走呀，走嘛！哎，把小老虎机场圈在机场等我们，你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的？你不说我们落地之前你一定回来吗？真牛逼的！他给我收机港。谁？这没人吧？没人。有人，八队。那我收个谁？发财喽！反正我收了啊。这六个把我的。要不我死了，我就挂蓝蓝飞。没错，你就骂他。耶、yeah. 小三仓起步，我是不会捡除了步枪和狙击枪以外的枪的。哦，好倔强，有原则。有原则的亚皮，可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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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总想蓝蓝飞去过成都吗？去过。不去年去的吗？去了就不想回来了。没有啊。多好啊。我是真的就不想回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早上的飞机到下午过去做那个活动，做完活动、嗯、回家了。走啊。啊，请了所有看了一场电影，那场电影是《碟中谍》。哎呀，那你真应该在成都好好玩，太好了，这地方。看得出《碟中谍》呢都。好地方。最重要的那场活动，他妈的，老板跑路了，没给我钱，我操！机票还是我自己掏的。哎，这年头套路真多。心态崩了呀。嗯嗯，来得及感受啊。好地方，好地方，你就没到春熙路看看大白腿，那全都是腿。老色逼你。嗯嗯。春熙路是啥？太古里，春熙路是这一条路，商业街。嗯嗯、都是腿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那个腿！你在高兴啥？那都是腿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我不懂，去想一想嘛。原来你是奔着这个去的，无聊。肉便宜，吃的也好吃。是，你以为蓝湛飞为什么要住在市里？嗯、长沙小姐姐的大白腿也很多的。只是你没有机会而已。没成都多，你信住得太远了。你放你妈的屁！真的，哪里的小姐姐都多。对，数量多与少不重要。你是成都作为全国四大潮流圣地，那个衣服穿的。那我觉得长沙小姐姐也不差。哎呀，马狗的意思是就是马狗没见识，姐姐不行，他就是这个啊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
啊 ，diss 全长沙的小姐姐，说你们来。那你来了。他说他就喜欢成都的小姐姐，长沙小姐姐对他起不到一点点就是诱惑的作用，就是说不行。啊？我啥说了？还是我马哥。马哥，告诉你呗，带你长长见识，长沙的小姐姐都不错的，你只是自己没有去到切身体会了解到。每个地方都有不错的小姐姐，只是你找不找得到，搞不搞得定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什么叫搞不搞得定？搞不搞得？这叫欣赏，这叫艺术。看小姐姐是有什么用？你不得泡吗？为什么要泡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看着小姐姐就泡，你怎么占有欲那么强啊？看着小姐姐不应该泡是欣赏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跟那豪华明都出门戴墨镜吗？看小姐姐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猥琐的眼神的沙雕。我操，这样的。来到坡子街，每周五周六晚上，你只要出门全都是美女。骗你，我是你养的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我有接近一年的观赏艺术的经验。人称坡子街老司机。漂移之王。兰兰飞说这个看小姐姐戴墨镜我赞同啊。曾经这个有一次我去买东西，然后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大，谢谢，然后我就低着头听她说，的飞机，谢谢，我真的看了她半个小时吧。你个老色批，老色狼。马小跳是那种看电影在电影院里面都能戴着墨镜看电影的。啊？这什么叫技术？吃饭戴墨镜，这什么叫还戴着口罩？你敢信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是带着目的过去，你就根本就不配去到那个地方欣赏艺术。我们是欣赏美。人在内心里面追求了最好的东西，就是对于艺术的赞美。有些人欣赏画，有些人欣赏音乐，有些人欣赏衣着。我只是欣赏人体构造艺术。哇，这个轮廓，这个身材，这个大白腿。观察员，更早去的。哎，左边有辆摩托车，不去开一下摩托车吗？这么远，开啥摩托？哎，我们还有两个队友，啊，自己过吧。我不干了，开那个。接个球啊！估计要被堵死了。开厕所了，不走了。我们有个菠萝队友。我在街上接你们。真不骗你们。上一次你跟我们说他妈里应外合的时候，我们全死了。换摩托车吧。每周周五、周六晚上，7点钟开始。到凌晨2点钟，那小姐姐不带重复的漂亮。进来一排站一排的，不是？那是一阶站一阶的，骗你是干啥呀？而且全都是单身的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啊，单不单身你都知道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哪听过吗？周五周六的晚上逛街，不带男朋友出来逛街，跟着四五个女的，全部都是一起在那里逛，她能有男朋友？他能有男朋友，那就是我。那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只是个观察员，兄弟。你哥，你说在这里开船安全一点，孩子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开车进去也安全啊，桥在毒里面，他还能像我们一样丧良心毒那个毒吗？你们只需要我马上去桥头给你们看有没有人毒你们。你放屁吧，你快走吧。丧良心这件事情看得多了，兄弟。没油了，换辆车。都从哪走的快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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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平街的小姐姐也不错，但是还是坡子街的小姐姐多一点，因为坡子街连着铂金。
你可以从坡子街一路走到国经，国经再走回来。真的，你基本就见不到有熟面孔，全都是漂亮的小姐姐，什么类型都有，汉服啊、cos 啊，还有什么大长腿啊什么的都有。我死了。你不是要死了呀？没有看看，我没药包，我没药包。我好多、啊。你没医疗包吗？没有。哎，你看这里，标点地方，海上我给你丢了一个。好的。啊，把我没了。叫做小八，再见小八。哎呦我操，回了一口。还累，还累。我开船去吧。你这个血量开船应该是进不了圈了。啊，没办法。你打满一个医疗包，你有可能。你赶紧开车进去吧。我也觉得你开车吧。开车也进不了啊。你开车开到防区搜一下呀。我操，你们前面看有点船过去了。我活得太难了，进不去了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进不去。我直接重做了。马哥，亲爱的马妹妹。没有。老婆，你怎么能死哦？从蓝湛飞的语气中，你听出来悲伤的感觉了吗？我觉得他很开心。他很悲伤，兄弟，他很悲伤，他很难过。那什么圈啊，那么圈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接我的老婆。放开我，林北，放开、哎、放开我。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放开我，我要回去救她，我要回去救她。不是，哎呀，一夜夫妻百日恩啊，一夜夫妻百日。马哥，本来蓝湛飞都来接你了，船搁浅了，实在不雨啊，雨飞呀、啊、雨，我要回去接你，我回来接你了，你等着啊。你给我等着啊！骨灰埋在我家老家。飞，在这里上岸能救啊，鱼，真能救。不是蓝湛飞在叫你，你叫北干鸡毛。你在这里冲上岸，你赶紧的，狂点闪避。能救我？我。哎，上岸他妈的能救傻逼，直接冲上岸！你别他妈死在，你有绷带吗？你有绷带吗？你有绷带吗？没了，我最后靠饮料在抬。来他妈，你赶紧冲吧，死在海里他妈救不了。赶紧冲！抬一口！兄弟，就看你自己的命了！抬一口！兄弟！嗯呐，你们会唱吗？旁边扑我！哎，那个泰哥，那首怎么唱的？嗯呐，就那个。哎呀，那个我又活了。什么？铁打马号那个？什么？嗯呐。马，我的鱼，我的飞呀、啊，我的鱼，我的鱼，有配件吗？我的鱼，没配件，我们走了。有配件，拖塞板，枪屁股。不要了，过龙高倍苗啊！我说没有，高倍四倍。那你去死吧！鸡巴，你先打亚快。我打了。我要走了，你走不走啊？我走啊，我打包了。那你赶紧走啊！我的，我竟然能活下来飞，我太感动了，飞！爱你哦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打药啊，在车上能打药吗？打药一个个那么急，我都没急。杀！他妈带了十来瓶饮料，喝剩两瓶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太牛逼了！你这也太浪费了，你应该把那个罐子留着，然后有事没事嘬一口。有事没事嘬一口。他基本就是喝一口就扔了。赶紧嘬一口，活得真不容易。贼浪费。嘬了。老子那么好的装备，老子不想死。搞点绷带给我小老婆，还有饮料。是劳资，好吧，劳资。绷带饮料。
来打右边的，来饮料给你。绷绷带有吗？绷带，给来两个绷带。没绷带，没绷带，没绷带，一个都没了。哦，老子要走了。老子，哎呦，我操！你下个啥？老子，被打了，绝对没。我下个啥？我被打了呀！我意思是，我没绷带，我不能在车上了，我要打个医疗包，让我死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后面就左边一点，爬过来点，爬过来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我有一箭。厕所那个树下面被打倒了，被打倒了。你买抢那个抢人头的车到了。抢什么人头？先打包啊！真是被谁打倒了？被别人打倒了。啊、对，在那坑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猴子。我有一箭。不久吧，不久吧。差点了。我有一箭，我真有一箭。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！老子三级甲被抽烂了，兄弟。被抽傻了都没办法，剩他妈四分之一了就。我抽了啊！抓紧了，系好安全带，握好手扶。哎，下过啊！行长，进去了，快，好了，安全。这小饼干的飞机，看你哦。大哥，好多头盔没有？哎，有了。五六多吗，妈妈？不多。哦，还行，能给你分点，能给你分点，能给你分一点。不能呀！把他高倍镜，把他高倍镜。刚刚有车下来，有车下来了。给我们刚才那样没有行了，上面鼓山停车了，上面鼓山。哇哇哇哇，救我，快快救我，快快快，二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一档六档七档八档十档二十档。停车了，鼓山有人啊，小心点。好，阿林北打我，阿林北。你说你脸黑不黑？所以他们能抽你两枪。我进去躲着，你出来干嘛吧？我的天哪，来人了！完了吗？倒闭了吗？老弟们！三档，三档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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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档，封烟二档，封烟二档。二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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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打倒，老子站起来你就完蛋了，快这把人补了，他想爬，人家把他补了。我操，我也打倒了。他对在附近吗？在附近，我们早嗝屁了。妈呀，哥呀，咋回事啊，马哥？没事儿，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就容易被这么容易被满足啊，马哥？我成功浪费了五个冰袋、绷带、三瓶饮料。冰袋，哎，浪费吗？绷带。哇，那么靠近点啊，两个。哎，我被哪里爆了？那个树打残了。可以扶我三档你没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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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
我靠，谢谢橘子送你貂蝉，三架飞机，谢谢小哥。我没有狙击包了，飞哥。谢谢安夜，谢谢韩寒，我给你介绍两个医疗去。我操，爱你们喽！谢谢我的房管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我的房管，喜欢依然帅气的我，谢谢，么么哒。我惹不起啊，惹不起跑呀，惹不起，没地方跑了。你哥，我蹲他们，我蹲外面的队。OK， 我们进房子吧。感觉附近全是人一样。好了，我近点来人了，我去支援一下了那边。我不要支援，我不要支援，你们就当我挂掉就行。谢谢小王爷，谢谢假胖胖，还有我的房管送了个飞机大礼包，爱你哦。我这里终极安全区。这蓝色很残，你集装箱了。死了死了 ，nice， 快了快了，天井啊，天井拉仓库了，刚才我们倒拉了仓库，就这个仓库，谁呀、啊？就刚我们倒进了仓库里面，好了，谢青哥的两架飞机，谢青哥，还有吗？有倒的。给江江，大家教师节快乐，一起过节。谢谢我的房管送出的飞机雨，太牛逼！看到了炮楼。谢谢伟爷，谢谢贾胖胖，江江江，谢谢我的房管。炮楼有个大蝉。谢橘子少女貂蝉。炮楼你啊！看我这个雷，你吃屎去吧，渣！两个终极大蝉，蹲着嘛，蹲着嘛，等圈收嘛，我这里还有。哦吼！跳你围墙一个，两个都去了围墙。这边解决了。还走远点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两个在 W 方向，点了我三枪。谢谢五星，谢谢我五星缺钱，谢谢安逸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我都看到那人了，警卫楼，我炸那个位置，看好了，一个在那，还有一个不知道，两个人在我这边，还是个冷一兵。炸死了这个！应该在我的房区。等嘛，等着嘛，等嘛，等嘛。我们可以卡围墙。啦啦啦！谢谢坐车追小鸡，谢谢鸡总，鸡总好久没来了，谢谢三百城，谢谢你们的围墙，谢谢房管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给我来了波飞机雨，猛飞。这里谁的？我觉得这一波可能会被一穿三。哦，这波能吃谁呢？这波能被一穿三，我马梦举倒立吃屎。
谢谢小家的梦皇老公送出的飞机，谢谢轩轩白土豆的飞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飞机雨，太牛逼了，谢谢。说啥？谢谢我的房管，先打死个小老虎。组织，然后谢谢观众一直支持我，谢谢谢谢，送出的飞机雨太牛逼了，谢谢小小小雏菊，谢谢壳子里面吃鸡。爱你哦，爱你们哦，么么哒！谢谢小麦，谢谢阿兰，谢谢初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番薯，谢谢天哥，真的好久没试过这样，谢的嘴都停不下来，谢谢伟爷，谢谢谢谢大家的飞机雨，你们你看我无敌。嗯，我操，可以。谁看到我？嗯，谢谢蓝芊芊，谢谢严严严。哎，我看他在房顶上面。谢谢尼克的飞机，谢谢尼克的飞机。拜拜。躲在房顶上面。这逼躲在房顶上面，他我这么。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喵喵，谢谢严严严，谢谢三十二，谢谢蓝芊芊。